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当越来越多的豪车入门款在大马路上行驶着，特别是宝马5系、奥迪 A6L 这些车型，现如今更是随处可见了。但想要与众不同，你或许还可以有其他选择，比如说沃尔沃 S90。在外观方面采用的是直瀑式格栅设计，两侧搭配着素有雷神之锤的 LED 大灯，更是显得霸气十足。而相比前脸的豪情，尾部设计就相对温婉简约一些。想要更好的空间体验，车身的长宽高非常重要。 S90 的数据分别为5083毫米、1879毫米和1450毫米，即使是要求严格的消费者也能得到满足。内饰方面，最令人喜爱的莫属中控彩色大屏了，它不仅操作十分简便，更是集成了车内的大部分功能，搭配了全景天窗，让驾驶员在行车时能拥有更舒适的行车体验。而精致的皮椅带着浓厚的北欧风情，简洁中透露着丝丝奢华。在动力方面，这款 S90 搭载着 2.0T 高低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与 8AT 变速箱匹配着，最大功率分别可达190马力和254马力，峰值扭矩分别为300牛米和350牛米，完全能够与宝马5系争锋。沃尔沃 S90 在它的安全性能方面更是走在了 C 级豪车的前沿，官方售价也只在36.98到55.18万元，再加上平时的一些优惠，基本上30万你就可以拿下这款性价比极高的汽车了。这样性能好颜值高的汽车，你心动了吗？